赏月大会是我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优良传统，远方的游子归来不远万里，一家人欢聚一堂，整整齐齐，大家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送给爱人，带着新鲜出炉的糕点送给家人，带着不能带宠物进来的。赏月吃月饼，月饼寄相思，白天中各个家族的人们都会把自己家的月饼寓意展现在烟花中，兰陵金饰用白牡丹纹做月饼，表示自家人都很白，云梦江氏用九瓣莲纹做月饼，表示自家人承包了荷塘，姑苏兰氏用卷云纹做月饼，表示自家人比较喜欢吃花卷，岐山温氏用太阳纹做月饼，表示你们神经病吧，你取消参赛资格。到了夜晚，大家的才艺表演助兴时间就到了。夫人，别烧我的卡路里。等一下，扇巴掌确切来说不能作为才艺，而且这两期您这个出镜率也太高了点了吧，能不能把机会让给其他人？同酒意如何秀啊？那么姑苏兰氏又有什么节目呢？一个小舞台，要要俩人唱起来，唱的是二人转，那么一呼呀呼嗨呀。非常好，那么岐山温氏你们最后终于到了赏月吃月饼的时间了，一杯淡雅的清茶，一块芳香的月饼，望着星空的皓月，体验着最温情的时刻。不存在的动漫魔鬼大 A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你再说一遍，是不是甜月饼好吃？你胡说八道，明明就是咸月饼好吃。